现在在干什么？小雨呢？他是谁？你就是他男朋友啊？怎样？你为什么跟我女朋友靠那么近？你看看你啊，再看看我，能比吗？小雨，走。对不起。你这是在干嘛？对不起，跟你在一起，我看不见未来。他就能给你吗？兄弟啊，这是我的名片啊。庄龙建设总经理。我以为你只会用看的，你要念出来啊！你不觉得自己很卑微吗？总经理又如何？你又不是真的爱他。这样就错了，我有的是财富啊，他要的我都可以给他。小雨呢？我在车上等你啊。小雨呢？我会努力，我会为了你而努力。你想要的我都给得起。感情是不能勉强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受够了草草，他能给的你真的给不起。我们不一样，不一样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。我们在这里，在这里等你。我们不一样，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，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。小草，五年过去了，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穷小子，看到没？宝马。小草，我。你什么都别说了，像你这种爱慕虚荣的女人，我商场上见多了。你知道吗？其实跟名车没有关系。太迟了，你现在所讲的这些话只会显得你做作、虚伪。我想告诉你，如果以后你还能遇到一个真正爱你的人，请你给他多一点时间。也许多给他一点时间，他一样可以给你。我们不一样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，我们在这里，在这里等你。我们不一样，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，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。他来找你啊？嗯。怎么了？我很对不起他。我懂。我好想告诉他，离开他是他不能勃起的问题。没事，我在。我们不一样，不一样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。我们在这里，在这里等你。我们不一样，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，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。